昨天晚间，上交所发布科创板上市委的审议会议结果，不同意国科环宇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由此科创板申报企业100%过会率的记录被打破，国科环宇成为首家在发行上市审核阶段被科创板上市委否决的企业。科创板上市委审议认为，发行人关联交易占比较高，无法说明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性。 重大专项承研业务模式非市场化取得，收入来源于拨付经费。同时，发行人首次申报时未能充分披露重大专项承研业务模式，对关联方的披露存在遗漏，未充分披露投资者对发行人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2019年3月，在北交所挂牌与本次申报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差异，发行人短时间内财务数据存在重大调整。 母公司报表净利润存在995.91万元的差异。上交所指出，终止国科环宇发行上市审核是根据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和审核问询回复中披露情况，对发行人业务独立性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性等事项作出审慎判断后形成的决定。